来关心台铁的消息，台铁发生的五月七大罢工引起真侪议论。啊，即卖又阁发生一个交通部的官员伫彰化站对着这个站员呛讲：“你是甚么人？会使对红点八百点的交通部的官员安尼讲话？”阁冲入行车室去讲骂。原来这个官员是交通部省内一个参事，伊讲当时只是以人客身份问这些相关的资料，这个站员完全无要插伊，阁讲你敢无看到我伫无用？这个省内这个参事感觉讲，这代替的人员无重视人客权益，才会提出证件表明身份，并且去骂人。列车进站外台站务人员无用指挥调度，四月十六下晡，一个交通部的官员伫外台等车，可能是徛伫黄线，站务人员请这位官员先退后。官员一直甲话，不过站务员以业务优先无甲应。想袂到这位官员随甲呛讲：“你是啥物人？会使安尼对红点八百点的交通部官员讲话？”车子进站，人家都是要忙的，你没必要这样去凶人家啊！会觉得很大的什么？官威啊！不应该用官威来压榨他，不管他今天几百点、四百点、八百点都一样。公部官员红点八百点，定义是十二到十三级等，敢若比上官十四级等的事务官加一等。原来这位官员是交通部省内的参事，伊讲迄天是来中部开会，伫外台咧问专车的资讯，想袂到对方完全无甲察，口气阁真歹。如果我的眼睛不盈利隐瞒的啦齁，我就拿识别证给他看，啊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他就不理我，就赶快跑走了。参事认为，代替既然是服务业，都应该注重乘客权益，伊才会走去行车室买门。另外，伊敢有用红点八百点来骂代替？参事无正面回应。啊，伊讲什么？讲你来讲什么？我是红点八百点的交通部官员。我是交通部的长官呢。啊，恁对长官拢这种态度，啊，对一般民众啊，按着按。代替无针对这件代志回应，陈叔讲，代志已经过几啊天，伊早就放袂记得，想袂到即马上放大，阁爆出来真无公平。另外，代替五月七日就要罢工，即马阁爆出站务人员和交通部官员的纠纷，引起阁较侪议论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生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